你在干什么？What's up？ Yo， 我换了眼镜了。这次的 vlog 呢，就是说我怎么去换这个眼镜，怎么尝试一下，在家里也可以尝试是新的眼镜，还有很多款哦，不是只有一款哦，只有四款哦。那你拿那个篮球给我干嘛？叫我射球。你们觉得这个眼镜怎么样？但是呢，这个眼镜还要退回去的，它有一个服务要退回去再去预定。哦，妹妹又要给我那个恐龙，过来，妹妹，OK 吗？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去片，Go！ 今天呢，本来呢，我想带他去那个 appointment， 就是打针的嘛，就是因为英国出生的小孩子都要打那个预防针，就是红本子会跟他一辈子的。但是呢，我本来想到12:30去的，我又因为今天是星期一。我打电话给学校说，哦，我说我预约了一个打针的预防针，我来不了学校了。后来那个老师说 OK 啊，好，那这时候我们不是要去那个打针吗？突然间那个医院打电话来说，哦，今天因为我们那个同事病了，你打不了。后来我想说，那我推了我儿子上学的时间专门为了你这个预约这个打针哦。后来他说我没办法，我那个同事病。我说你不可不可以找别人也打呢？他就说哦，我没办法。他后来说我又要预约一个月时间。所以说英国看孩子看病啊，或者预约什么，他随时可以改变，不会迁就你的时间。这就是很有一点不好的地方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哎，怎么讲，他随时变，但是呢你的 appointment 呢不可以让别人去帮你看，这是我有一点点小的吐槽的地方，今天的时间又浪费了，又上不了幼儿园，又打不了针，又要到下一个月才可以了，所以说，唉，等下可能带他们出去一下吧，因为今天不用去幼儿园了，不能待在家里，但是呢，这一周呢都是零下，还有下雪，最近天气真的变了。出去见吧。我今天我就不带那个这个杯子去了，我直接买这个准备给他们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带那个杯子会还要在那边洗啊，各方面有点麻烦。我直接拿两个这个就行了。OK， 哦，他帮我拿手机，谢谢。按这里，推这里，对。哦，哇，力量很大了哈，谢谢 ，Good boy， 气真的非常好，你看一下，哇，非常好的天气，太爽了，我们去公园吧，不去那个科技馆了，走。来到我们家附近的就是山顶上一个公园，你们下去玩吧 ，Go， 下去可以玩了。今天好彩有这个天气啊，真的是，这天气太好了，但是就有点冷。这冷呢，不是不会刺骨的冷，但是呢，很适合在郊外玩。今天没有什么人在这个公园啊。哦，原来这里有一个篮球场在那边，我们可以。哦，妹妹，你不会吗？过来，妹妹牵个手，那你在这边，对，那对不对？去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这个鞋等一下一全都是沙了，哇天！怎么办？不会啊，那爸爸帮你好不好？好，等等哈。太冷了，在外面，现在能回来了，他们两个的心情又改变了，又变好很多了，所以就马上又要喝饮料。你看他们两个，妹妹翘着这个腿。Yo， what's up？
刚刚呢，就是我在那个酷比那个网上呢，上了订了一下那个眼镜，因为我一直呢，等一下哈，他们两个好吵啊！你看桂芬，哈哈，妹妹妹妹在这里，妹妹过来啊。妹妹要过来了，因为呢，刚刚呢，在那个网站上呢订了那个眼镜嘛，因为我一直没有试过在家里戴试眼镜的。你们去哪里就是买眼镜的时候，肯定要去眼镜铺那里试眼镜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公司呢就有一个这个服务叫 Try on a Home， 就是呢你在家里也可以试到眼镜。刚刚就是 UBS 就寄给我了，我把它拆开看一下，只共有四副在里面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那它里面呢，就是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就是一个盒子。这盒子里面有四副眼镜，等一下，是我选中的这四副，但是是没有给钱的，是 free， 是没有不用交任何的钱的。只要你选中了之后呢，你把这个四副呢寄回去，再重新订就行了。看一看，那这就是这四副了。这四副是我选中的。如果你有什么布颜色啊什么，他们都可以帮你做的。哦，这个是我的，到时候要寄回去就用这个胶带。哦，这个是布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好，我先带了一副看一下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爸爸没有给钱的呢，搞坏了爸爸要赔钱的。125磅，挺贵的这个东西。好，我带第一副先。哇，这个挺漂亮的，我觉得。嗯。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啊，这副戴上去啊，你觉得 OK 吗？我觉得 OK 啊，这副是这样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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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第二副，第二副看是怎么样的，是这个颜色，白色。觉得怎么样 ？OK 吗？妈妈，你看一下这个 OK 吗？这个。我蛮喜欢这副的。你就娘的说，我这个很娘哎，我不觉得啊，你觉得娘吗 ？OK 啊，我觉得。真的是，哎，还有一副就是这个，你看这副怎么样？这副 OK 吧？这副怎么样？神经病啊！我觉得这副都不错。第四副了，这有一个金色的边在后面的，这个就真的是有点娘了，我觉得这一副，你看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看一下，哇，这副有点娘哎，真的吗？虽然你脑子空空，他说我脑子没有了，开玩笑了。这副我觉得不错啊，这副。那我选，这太贵了，这个 Q 比这个公司太贵了，这眼镜它只有在伦敦 SOHO 那里才有的嘛，一般就是别的城市现在没有这个这个分店，所以我选择了这个，就是可以在家里试的。好，我觉得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哪一个好看？我觉得白色这副非常好看。我觉得这一副，我要选这一副了。就它。觉得怎么样？这个 video？ 那以前呢，我就是这个老花眼镜，我还有一个，他们公司就是这个嘛。我到时候等一下我就拿它去退，他只有给5天时间给我去退。里面我觉得蛮棒的，有很多款吧。但是呢，我是选中这一款。等一下我这一款放进去，到时候预约一个就是眼镜那个，因为我这边的眼镜是有一点那个散光，还有一点那个近视，这边呢也有一点远视，怪怪的。我这个眼可能打游戏打多了。OK， anyway， 希望你喜欢这个 video， 那我们 see you next video。要不要 say bye bye？ 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！ 哇，他们两个怎么这么积极啊？最近啊，来 say bye bye， say bye bye， bye。